我是你同班同学，本班班草陈子豪。我是陈子豪，又名黑脸小金刚，我爱看小说，爱摄影，爱旅游，爱跟学习无关的一切事物。他是杨Yuhang，又名铁臂葫芦娃。他爱写小说，爱学习，爱独来独往，但他却少不了我的陪伴。一定要去到同一个城市。我们的故事在 Loft 等你。